呢部挑战最快中间咧，黄色嗰个水果茶里边都快哪吒啦，摆两摆粉，嗱，冇不嬲闪耀阳光嚟嘅，都追翻上嚟噶啦。好啦，跑咗半路程，前面最快咧，开边个档冚上嚟，见到闪耀阳光啦，拍住里边啊哪吒。落去咗少少黄色，冇嗰笔水果茶啊，越冲越劲就开边我档嘅闪耀阳光，赢呢组弹闸，跑第二名就内档嘅哪吒水果茶咧，再喺三个马位后面跑第三嘅，三只马都入晒镜头噶啦。咁啊，见到咧就粉蓝宝呢匹咧就闪耀阳光，咁啊，再见到红色宝呢匹咧就哪吒。黃色帽就係水果茶。